先说这个话。这里重一点，这里做，你看，站不进去。
先说这个吧。先说这个吧。昨天就是买什么价钱很便宜。你这里做一个动作，你看。生态遭到了一定的破坏，遭到它的居民也不断减少。在这个项目中，安德忠雄陆续设计了八间形态各异的建筑，每年都吸引很多热爱的艺术的人前去参观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指导项目并没有具体的规划，而是像生物繁衍一样在不断的建造。这个项目直到现在仍然在进行中。现在由我们两个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的博物馆吧。在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地中美术馆。地中美术馆由一个正方形和北面三角形的下沉式庭院组成，通过运用现代的光线和几何图形，在地下创造出一个黑暗的迷宫。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安徒博物馆。博物馆的原型建造于100多年前，是一栋木质结构的二层楼房子。安德忠雄在重新设计的时候，保留了房屋原来的样子，创造了一个充盈的空间，带给大家独特的空间体验。谢谢大家。走光看看，走光出去一下。这他的工作室啊。房屋住在哪？我是住的，我是住的这。住在哪个地方？我在这个房屋住在哪？我在这个房屋住在哪？我的爸爸呢？Thank you.
先说这个吧。我们如果我们安藤忠雄认为风水和光三种自然元素也是有生命的，只有在光的吸引中，人们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力量。如果把现在我们看到的盒子里都是光的教条组成一个盒子的话，那么这个盒子里就有一面墙，把入口和里外行一分为二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墙上有一个空心的十字架，光会通过这个十字架，照进幽暗的礼拜堂里，在另一边的墙上形成一个光组成的十字架，这也是“光之教堂”这名字的来源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，安藤忠雄开始设计美术馆，还有书院等大型建筑，其中他前几年都在特别关注欧美和日本，近几年来他非常关注中国。他在中国目前在中国设计建筑由上海保留大剧院，也就是那种模型，有可以羡慕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。还有成都美术馆的新华书店，也就是那种模型，还有顺德和美术馆，还有杭州的良渚美术馆。希望大家在未来能在中国看到更多他的作品，谢谢大家。我找你。这里座位的这里坐不行，站不进去。今天有什么？哎，好像有哎，有哎，没有照进来。啊，有了。
那么多。嗯，很熟悉吗？嗯，很熟悉。小五吗？小五是家长的。还是小五？Mm-hmm.